苏先生，真正就歹势啦。我本来想讲吼，你个人吼做歹斗阵的，但是迄天吼替阿顺做生意了后，我才感觉讲，你个人吼其实也阁袂歹。听讲你甲李青怡交往十年啊？对啊，超过十年啊。安尼敢阁会开讲？当然嘛会啊，阮啥物话吼拢会当讲的。敢有讲到伊去故乡看的电影？有啊，吼、哦，迄是伊上喜欢的导演啊，常常吼、哦、一个人走去看，因为吼、哦、我拢看啊困去，所以吼、哦、即届伊就和阿 B 做伙去，因、哦、朋友啦。笑问一下，啊，我讲的话，敢有啥物好笑的啊？你敢知影古家图招标的结果？你是讲迄落兔仔半路睏去，结果去互鼓掠过的故事？对，不过真正的结果是兔仔睏醒了后，赶紧掠，最后还是比鼓哥较早到尾站。啊，你好好讲这个是要创嘛？你甲李青怡，不是啥物拢会讲的。你是凭什么安尼讲？阿美无去故乡，李青怡是坐我的车回来台北的。伊无甲你讲吼，你也无需要逐项代志拢好好讲。但是你真要伊啊？我无要伊啊。方先生，你敢还阁感觉我人袂歹？你到底想要讲啥？我拄则讲的话，有可能是骗你，但是你敢真正袂要伊？今天你较早回来，啊，你要去倒？啊，我要去找安丢师傅啦。啊，苏先生想要去看卖我的设计，顺便要载我去。知啦。嗯。要落雨啊？有雨吗？如果是阮，什么意思？白先生，今天安尼足奇怪。无。青怡，咱会当做后摆，我无挂紧，随时有机会。好啊，安尼加过药。嗯。方先生，你到底是咧无欢喜啥？阿美无去过，李青怡是坐我的车回来台北的，伊无甲你讲吼。我相信青怡，我袂忘。方小姐，你是咧碎碎念念啥啦？顶下去高雄，敢有发生啥物特别代志？特别代志，那对我拄着苏先生啊，啊，我毋是甲你讲过？啊，你是甲阿美做伙拄着伊的？无啊，阿美无去啊。我毋知影阿美无去。我因兜阿爹破病嘛，根本无法度啊。所以你是家己坐客运转来？我坐苏先生的车转来。你无好好讲。我较早坐别人便车回来，嘛毋捌甲你讲过啊。而且苏先生无收我油钱，咱要出基金吼，又搁加欠一寡。好啦，你莫讲啥物要出基金啊啦。朋友是，你即马是安怎？拄则就安尼讲话，足莫名其妙的，对苏先生嘛是安尼足奇怪的呢。
原来哦，伊讲的遐个拢是真的啦。讲的遐个，方小姐，原来是在试探我。我唔是咧试探你。你以为别人讲的话就来试探我，无相信我？我无。你有？咱做伙超过十年呢，你竟然因为苏先生讲的几句话就无相信我？那是因为我一定想讲咱啥物话拢会当讲的嘛。我是想要讲啊。啊！不过你敢有闲在听？大摆约你看电影，你不是无闲，就是看甲困去。啊！我就是困去咩？哈！那呢？这十年来，你陪我看了几摆电影？啊！除了电影，咱还有当抬杠别项的啊！除了买厝、买厝、买厝，欠钱、欠钱、欠钱，咱还敢有抬杠啥啊？我这么打拼，心急坐便车，可害我家己的男朋友无信任。我的意思